分西選姐姐的流程和我們是怎樣做的。至於我今次親自來到菲律賓，當然是我都需要親自和姐姐見面面試一下，看看姐姐適不適合我們香港的僱主啦。我們會一早通知定姐姐，哦，今天有 interview day 啊，那姐姐呢就會來到我們的 center 裡面，過來填資料啊，寫好曬自己的 working experience 啊，所有嘢，跟住咧就會等第一輪嘅篩選啦。跟住呢度就係我哋嘅第一輪篩選啦。咁我哋咧首先就會有同事同所有嘅姐姐對一下佢嘅工作經驗啊，可能係出國經驗啊，同埋佢嘅意願啊、家庭狀況啊。咁我哋就有同事會同姐姐傾咗先，第一次問咗先。跟住同埋咧，會叫姐姐度高磅重，而睇下佢同佢嘅資料係咪準確嘅。